我们的律师不够粗，那律师不够粗，那就绕上去，两条绕上去还是不行的，再用一条细的，就是画。多高？大家先想一下啊，这个数应该多少高？对吧？那么这个第三个数呢，应该是就这样放的好呢，还是把它拉起来？大家都现在自己也想一下。帮我想一下，怎么样就做最好？老大表现的，以后下面什么都好做了，石头了这些都好办。如果树的位置没有放的恰当的话，那个最后就怎么样做它的效果不会太好。是不是做一下？叫我做一下，没事没事。现在这个是不是做一下？Thank you.
地方就是说，他浪一点，有的地方他激烈，有的地方激烈，否则的话，最后就是，就不像是这个在自然生长出来的。你比如说，现在这个上面一个比较遇到一个比较困难的，就是这棵树和这棵树之间的关系比较难处理。现在把这棵树抬高了一点，也就是这个一条线，刚才它太直了，太直了就不好。那么它还有一点起伏。现在呢还不够，等一下我们还通过修剪，通过有的枝呢还要再把它吊打一下，慢慢的把它除掉。这个位置上有三个枝头，总不能全部都用了。细的，用细的，粗的呢不用。刚开始学的时候，大家都是喜欢细的枝头剪掉，留粗的枝头来做。其实啊，这个。这个不是个办法，因为粗的枝条把粗了也动作起来，制作起来画，今晚画，所以这个还是把粗的剪掉，细的呢，你下一步它就很柔软，听话，我找到了，啊对，这个也是做那个松针。更诀窍，把粗的剪掉，然后把它培养，这样很快啊，快。要把它剪掉。Thank you.
那啥给他。没办法了，怎么这个这个位置呢？三个出枝条，这个也太多了，也太多了。我想最多只能留两个。我们一直在那里做数据，上下这怎么这个区留后面整的？我前面讲过的正左正右避免，要尽量避免。所以这是上下正左。Thank you.